负一全自动任意转单针皮革缝纫机平缩，全新升级三丝杠驱动，动态定位精度更高。负一三型缝纫电控系统 ARM 内核加 Linux 系统，采用台板支撑结构，确保机器高速运转下产品的平整度、精准度。 2.6 倍专用后料悬缩，保证缝纫线迹完美，超大容量缩芯，减少更换缩芯频率，提高生产效率。伺服电机驱动，高精度直线导轨传动，确保花样精准。采用龙门腾驱技术，科学分布框架驱动动力，让框架运动响应更加及时准确。机头可任意角度旋转，避免正反线迹之间的差异，缝制效率更高，效果更好。具有自动气动剪线、面线断线检测、底线技术功能，冬装模板到位检测功能。15寸高清晰工业平板，操作简单，可选配负一缝制 CAD 软件，花型任意设计，简单易学。机头气动升降，升降形成50毫米，方便换框，利于跨步缝纫，可选配不锈钢台板，坚固耐用，适用于汽车座椅、汽车内饰、软体家具、家纺、船舶、航空、箱包、制鞋等领域的自动化缝制。